今晚音乐会的第二部分，为纪念利玛窦神父入华440周年，我们将献唱利玛窦清唱剧。利玛窦清唱剧是由马牧创作，谢湘明老师作曲。接下来我们跟随牧人的声音，梦回1582。自从方济各沙乌略1552年在广东上川岛上去世后，一批又一批的欧洲浮船者，不武先贤的方宗来到中国，在与西方文化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学习、交流、开拓浮船事业。他们这一来就再也没有回到欧洲。那时几乎所有的传教士都有这种决心，射出之箭绝无回头的可能。他们中有一位，就是在方济各逝世的那一年诞生在意大利的马切拉特。25岁时，他踏上了迈向东方的征途。遥远的马切拉特，从你那里出生了一
个怎么样的人物。当年盛放几个少年为情之言，真的如此奇妙地传承在这个孩子身上。利玛窦是著名的天主教耶稣会神父，一位博学者，一位福传者。1578年受命赴远东传教，四年后到达澳门，1583年获准入居肇庆，先后移居韶州、南昌、南京等地，当时正是明万历年间。在中国生活期间，他学习汉语，研读并翻译中国典籍，广交绅士，长期浸染在中国文化中，俨然一位地道的中国文人，被称为太溪儒士。1601年，利玛窦向明神宗进贡自明钟等贡品，遂定居北京，直至1610年病逝，终身未返故乡。1600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徐光启见到了利玛窦。中西方两位文化巨子在相互的倾慕中彼此认识了。利玛窦从徐光启身上惊讶地了解到东方君子的敏学好问，东方文化的深沉浩瀚，而徐光启从利玛窦身上欣喜地发现到西方贤哲的智慧才能，西方技艺的博大
精湛。许光启敬重利玛窦的学识和道德，评价利玛窦说：百千万言中求一语，无异于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在许光启的心中，燃起了让中华文明再一次腾飞的梦想。精真度去从军开，为把鸳鸯绣于人。离开利玛窦，回到自己的居处，许光启独自陷入了沉思。天赋很高，事业心极强。他来到中国后，人地两疏，语言不通，交流困难，一筹莫展。于是他夜以继日，自创了一套学习中国文字和语言的科学方法，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掌握了汉语。
是利玛窦的重要经验。面对面的浮船，一年下来也只有少数人受益，而印书流传就不同，可以让成百上千人同时受到教育，浮传的成果也由此而倍加彰显。编译经文教理是一件特别重要的工作。今天我们诵念的天主经、圣母经、信经，都是明代从拉丁文翻译编辑成经书一直沿用的，近年才从文言文发展到白话文。利玛窦具有双重的身份。工作比起马可·波罗的游记性著作更艰苦，却更有价值。马可·波罗介绍的是中国社会风情，利玛窦介绍的是中国文明的根基，中国文化的精神。利玛窦在深入研究中国文化时，发现儒家的伦理道德、人性善恶等理念与福音精神相近或相呼应，对于道的精髓、对于天的尊崇、对人的生与死的理念等等，
都可以在某些方面获得共鸣。1601年正月24日，利玛窦来到北京。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利玛窦终于得到正式的通知，可以留在京师。利玛窦每次回忆起这一段令人惊魂难定的日子，都深有体会地说，天主全能的手总是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眷顾他，帮助他。利玛窦到京后不久，就认识了一群士大夫，他们敬佩利玛窦的学问与人品，常去拜访他，与他讲道谈学，友善往来。从此利玛窦的福传生涯正式拉开了壮丽的序幕。1608年，利玛窦猛然地发现自己已经是第一批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中仅存的一个，他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开始记录在中国20多年的传教经历，以使从这个高尚民族所采摘的第一批基督教果实的故事不致淹没。的确，他是第一个成功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在28年的福传历程中，他建立了4所圣堂，最后一所就在大明皇帝的身边。公元1610年5月11日下午6时，万历38年，利玛窦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58岁。利玛窦临终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给你们留下的是一扇敞开的大门。
您自远方来兮，亦有直量而多闻。彬彬文质君子兮，芝兰之语而流芳。传福音与中华兮，壮志未酬留英魂。立功德泽后世兮，春风化雨显主恩。